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希望你们在家里蒙耶稣的祝福保佑，喜乐平安。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们集体做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明白，主你是怎么疼我们、怎么爱我们的。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、都交托在你手里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里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说。不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好，我们来谈为什么彼得会写这个经节呢？我们来想想一下彼得的生活、彼得的生涯、彼得的遭遇、彼得的行为。彼得呢是非常冲动的一个人，他呢曾经说过，主啊主啊，如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与你一同死，我都乐意。所以他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，他只是很冲动的就讲了这些他所想要的。但是他这个人啊，心里面呢非常的软弱，也是非常的慈祥。他非常的爱主，但是他又怕什么呢？三次不认主。当主耶稣遭遇到逼迫不止伤害或者要被杀的时候，他就不想认耶稣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呢最后他被圣灵充满，讲起别国的方言讲道的时候，3000个人信了耶稣，然后呢他的人生就被改变了。所以他写了，我们又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写了这个经节，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了，他差一点呢也被魔鬼吞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要我们小心。人哈、哦、自出生直到死亡，在生活各个的阶层中面临不断的挑战，且要应战而生活。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知道魔鬼是存在的，邪灵是有的，但是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不要放弃爱耶稣，不要放弃侍奉耶稣，不要放弃团契，不要放弃来到教会来敬拜神，不要放弃参加小组、哦、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祖先、哦、就是亚当与夏娃，因这应战失败的典型人物。当人、啊、在人生的挑战中失败的时候，就会沉迷奴仆。亚当因这伊甸园在魔鬼的挑战中失败而成为奴仆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此时神说，不是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实吗？然后呢夏娃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实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于是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于是你人间那棵树的果子好做吃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人死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亚当没有抵挡蛇的诱惑，以妻子的建议，他轻易地向挑战
投降，结果成为魔鬼的奴仆，遭受了什么呢？三种的惩罚，就是在属灵上一生隔绝，失去了荣耀，他的肉体成为什么呢？疾病、软弱和死亡的奴仆，在环境上成为奸淫、咒诅和失败的奴仆。亚当和夏娃面对夫妻感情的挑战而失败，这个就是亚当与夏娃没有谨守、没有警醒，所以最后就失败，成为罪的奴仆。成为罪的奴仆之后呢，他就有疾病啦、有问题啦、家庭有烦恼啊，孩子老大杀了老二啊，所以这些都是罪的工匠、罪的结局。所以我们呢要学习来什么呢？来挑战、应战，来告诉魔鬼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听你的。我的脑子里面突然间想的不好的，就说我不要，我不要顺服我的脑子，我要爱主耶稣。那我们就可以战胜魔鬼的诱惑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让我明白你的旨意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了解，我们要学习应战，我们要战胜魔鬼的诱惑。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思想里，在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人为、我们的语言中，可能得罪了很多人，可能得罪了耶稣。主啊，求你原谅我们，不要让我们投降，不要让我们失败，让我们可以战胜魔鬼的诱惑。我们感谢你主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希望你的话语，希望你圣灵来陪伴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来祝福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我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。心在